枣，我看你一个人，整天冷锅冷灶的没人照顾，你说我心里能不难受吗？要不咱俩也别拖着了，干脆把婚事给办了，这样以后我就能每天都照顾你了。咱俩最开始不就是这么说的吗？日子都定好了，谁知道美国佬回来捣乱，现在朝鲜战场上都在打仗，全国老百姓都在为前线的战士们忙活，你说咱俩在这会儿办事儿，是不太合适。好像是差那么点意思。说实话，我们现在市局里面压力可大了，那些潜伏特务又出来冒头了，国民党的地下电台层出不穷，而且特务活动也越来越猖獬了，我们现在恨不得每天24小时全都在抓特务，就连我今天过来找你都是提前请好的假，一会儿我还得回局里接着分析案情。铁打，咱俩说好了，等仗打完咱俩就成亲，行吗？